Thank you.
等了一个多月的冰雪服终于开区了，赶紧打开一区来看看，我得跟上节奏，千万不能掉链子。登录界面还挺有感觉的，刚进来就看到一群人围着 NPC 搁那转，新手村已经被包围了，咱还是去门洞看看吧。哇，这人山人海，虽说装备材料全靠打地图全部免费都能进，爆率还特别高，但是咱也要升级，免费的炮点服务咱还是要进去看看。这炮点进来就跟洗澡堂似的，人真多。